飞哥侠带着民警蜜瓜飞帮车吗？现在还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波波。大家好，我是民警副县长。挑战把民警的蜜瓜卖到断货。哇，皮好薄啊！让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长在沙漠里的瓜，甜不甜？第一次吃到边边了，还是能吃到甜味。我去，把县长都请出来了，有点实力啊！这要是翻车了，就有点意思了。是不是你的甘肃民警蜜瓜我买回来了，29.9，8斤到9斤，两到四个果。那我们打开称一下，它这一箱有没有8斤到9斤？它这一箱里面一共有3个，那我们来称一下。刚刚称了一下重量没有问题，它这一个就有2-3斤了。那我们切开尝一下沙漠种植的蜜瓜，它到底甜不甜？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点个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切开看一下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皮很薄。我们来尝一下，真的好甜啊！真的，一口下去就想把它全部咬完那种。它的汁水很足，来看一下，哦，汁水比较足，它是那种沙沙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感觉这个瓜冰起来吃应该更好吃，看到没有？昨天在超市看到哈密瓜都这个价格，1斤29.9，8斤到9斤，3个这样的瓜确实很划算。飞哥侠这个明星蜜瓜确实没有翻车，值得推荐，照片分9分。